最严重了。哎呦呵，就是这个啊，看一看，成这个样了。仔细看一看啊，就这个蹄子最严重了。大头皮鞋翘起来了，看看。用力，想不动。不动，赶上你！哎呀，这么硬啊！我挠着痒痒，别跑了，别动了。上点油，咔咔，嘿嘿嘿。是不是修蹄子还得让背着他？你看，哎呀呵，哎呀呵，这一剪刀，哎呀。坏了吧，真坏了吧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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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黏糊，不动不动不动，这么臭，这个我切了好了吧，好切了一点，能切过去就好了啊，这切还好啊，好一个小窟窿，硬硬的还是很沉的，那是个猴，要不它硬啊，今天它是不强，你觉得少是吧，我弄好了咱们就上关子，今天两会儿麻，两会儿绿，现在这紧张堵了，来一下，来，吃太多了，倒点油，来看这一下啊，啊，管用啊，真的是啊，嘿嘿，整，这蹄子好，太硬了，这蹄子好，嗯，你看这个蹄子疼得不是命，嗯，对，味儿出来了啊，哎呦，看这味儿，来了吧。不是都是。不一样的感受。